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赌王千金何超云最近传出要同男友开服装厂，并带着肆意嫁妆出嫁。23日，何超云同陈山聪外出，对于东莞开厂一事，两人口径一致均表示否认，对做生意的事情十分保密。何超云09年开设自家时装店 Carlos， 除卖二手衣服外，还会到外国入货，不时带陈山聪去欧洲玩。今年8月，传出二人到葡萄牙旅游时，山聪向超云求婚成功，并计划于明年举办豪华婚礼。三太更讲明不反对两人结婚，有指就连父亲赌王亦赠送价值4亿元位于香岛道的豪宅给爱女做嫁妆，出手阔绰。星之娱乐，酷料娱乐整理报道。